级汽车。消灭大火怪。我要把整个城市都烧毁！呼！怎么回事？呼！哈哈哈哈！不好，是大火怪！他在破坏城市！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！无畏的消防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不好，火势越来越大了。我有点害怕，大火怪看起来好危险啊。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我们加速向前。我是勇敢有为的消防车，消防车，长长的水枪是我的武器。救援开始了，水枪喷喷喷，熄灭你，熄灭你，看你往哪跑。大火怪，你完蛋了！啊！让你们见见我真正的实力！我是无敌又可怕的大火怪，大火怪，热热的火就是我的武器。看着，火环开始了，火球烧烧烧，毁灭你，毁灭你，统统都燃烧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哈哈哈哈！好烫呀！哼，可恶的大火怪！糟了，招魂的地方越来越多，我们可不能认输，守护城市是我们的责任。超级汽车升级，最强形态。下消防车，消防车穿铠甲，全副武装，全副武装，小水枪变成了无敌大炮，发射！看我的火球，哎呀，熄灭了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，我要快点逃，你逃不掉了。消防车向你全力追击，追呀追呀，铠甲保护我不会受伤，打打水炮弹不断攻击，可怕的火苗全都熄灭。可恶的火怪被我们打败，浓烟消失了，我们胜利啦。我就说嘛，我们一定会打败你的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寻找蛋宝宝。哟吼，多么美好的早上呀！
可爱的蛋宝宝，快跟着妈妈一起做早操吧。一二三四，二三四，扭扭屁股，啊，扭扭脖子。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伸伸手呀，踢踢腿。啊！咯咯咯，我的蛋宝宝，宝宝，哎呦，啊，我的宝宝。不！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快去看看。鹅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蛋宝宝掉进前面的树林里不见了。哥哥，鹅妈妈看起来很着急，我们快帮帮她吧。让我想想，啊，有了，我们可以请超级汽车来帮忙。啊哈！召唤超级汽车。火箭赛车，超雷达警车，超级汽车，汽车出动！蛋宝宝你在哪里？你的妈妈好着急。蛋宝宝你在哪里？开启雷达寻找你。蛋宝宝你在哪里？让我转个圈圈寻找你。找到啦，宝宝你在这里，草丛后面找到你。哦，又不见了。哎呀，宝宝太调皮，弹来弹去又不见。警车赛车在出动，我们一定找到你。第五，找到了，宝宝掉在河里，快点快点，顺着河流往下飘，哎呀哎呀，有危险，躲好了。轰隆轰隆加速跑，要比小河跑得快，急刹车向上飞跃，一把抱住蛋宝宝，安全啦，终于安全了。嘎嘎嘎，今天天气好，适合做早操。适合做早操。宝宝，跟着妈妈一起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。三、二、三、四。四、二。啊，哦，宝宝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。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！妮娜看起来好凶哦，好可怕！你太讨厌了，讨厌讨厌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超级愤怒车，超级去破坏他们的友情！友情都是你的错。
你装扁。哼，看我的！啊，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啊啊啊！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！啊，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！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、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哦，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啊，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啊，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放心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生气，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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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捣蛋的球球车。变身，向他车
嘟车，妮娜，野地挖掘机，酷宝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星球的哈哈怪，我最喜欢，哈哈哈！这是我们痒痒星球的秘密武器——痒痒粉，只要碰到它，每个人都会笑哈哈，哈哈哈哈！来吧，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痒痒粉的厉害，哈哈哈！都给我痒起来吧！好痒呀、我的腿好痒，我的手好痒、我的全身都痒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好奇怪呀。小丽、皮皮你怎么啦？哎呀，快帮我挠挠，好痒啊。皮皮，你这样动来动去，我挠不到，我控制不住。没错，只要中了我的痒痒粉，都会痒得控制不了自己。哈哈哈！你怎么不痒？救命！居然还有人没中我的痒痒粉，嘿嘿，别想逃。整个小镇都是我哈哈怪的了，哈哈哈哈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到处都有警报？我宣布，贝勒小镇以后就改名叫哈哈小镇了。可恶！你做梦！我们要把他赶出贝勒小镇。召唤超级汽车！超雷达警车，飞天救护车。超级汽车出动！哈哈哈哈！我是哈哈怪，发射炮弹让你遭殃，手臂痒痒，脖子痒痒，哈哈大笑，
让你疯狂。好痒啊！我来救你们！哇呜哇呜，救护车来啦！治病救人交给我吧，身体痒痒千万别抓，涂上药膏马上就好。竟敢破坏我的计划！痒痒们，发射！小心！滴呜滴呜，警车来抓捕，保护大家交给我吧。biu biu biu biu， 瞄准目标，全速追击。怎么不见了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哈哈怪你躲在哪？藏呀藏呀藏起来，躲在街角你找不到。好痒好痒好害羞，挠呀挠呀受不了，擦呀擦呀擦牙膏，痒痒消失没烦恼。不，我不痒了。太好了，痒痒粉再次攻击，找到你了，这次别想逃。雷达雷达快启动，哈哈怪你别想跑，追呀追呀向前冲，滴呜滴呜找到了。球满天飞，卖气球了，卖气球了，卖气球了！哇，好漂亮的气球，我想要买一个。你想要哪一个呢？哇，这个红色的我喜欢。那给你。我又觉得绿色的好像更不错。好吧，我好像更喜欢粉色的。哎呦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来，气球给你，你自己慢慢选。哎呦，哇，要哪个好呢？我得好好选一选。哎呀，怎么飞上天了？阿布，小心！救命啊！皮皮，阿布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没事，我的气球有事。别担心，猴子老板，我们能帮你把气球都拿回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车，飞天救护车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天哪，这么多！没关系，对我来说小意思。哦，那就比一比，看谁能找到更多的气球。来吧。大大车轮弹啊弹，出租车呀跳得高，满天气球飘呀飘，一个两个抓住了。啊哈！气球挂在树上，看我跳得更高。风儿吹来气球飞，越飞越高，抓不到。哎，好生气呀！换我来，张开翅膀飞。救护车呀飞得高，满天气球飘呀飘，我全部都能抓到。气球飞上
听话了。看来我们需要合作。你说的没错。摩天轮上有气球，出租车呀跳呀跳。抓到啦！小鸟抓着气球飞，救护车呀追呀追。抓到啦！剩下的气球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气球飞到湖面上。多亏了超级汽车，气球都找回来了。太感谢你们了。大家要抓紧，别让气球再飞了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陨石袭击。我听说这次的流星雨是100年才出现一次的哦，真的好期待呀。根据我的调查，贝勒森林就是最好的观测点。那我们快点走吧。快点。到了到了，就是这。我来搭帐篷，我们来准备食物。我来组装望远镜。皮皮小心！流星雨观察小队，准备 go！ 看见流星雨时，一定要记得许愿哦。哥哥。这个是什么？不好，是一颗着火的超大陨石。超大？有这么大吗？根据计算，比一栋房子还大。让我看看这颗陨石要飞到哪里去呢？是贝勒森林。贝勒森林有危险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。铁臂挖掘机，装甲消防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你们也是来看流星雨的吗？看什么流星雨啊？快跑，你们有危险。没错，有一颗带火的超大陨石正朝这边飞来。没时间了，大家快走吧。我不信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我们还要许愿呢。真的有大火球。大家往这边跑。好可怕！小心，森林现在有危险，怎么办？别担心，超级汽车来帮忙，随时准备好战斗，守护森林的安全。挖掘机大大铲子有力气，有力气，举石头瞄准目标甩出去，又用力。陨石打不坏，看我的！消防车，灭火救援最无敌，最无敌！朝目标甩。
水枪大炮准备好，准备好，砰砰砰，大大水球熄灭你，一个接一个发射，哎呀，大火灭不掉。怎么办？陨石越来越近了，我们再试一次吧。我们一起上，加速度，石头旋转飞出去，好快啊！加能量，水球变大喷出去，好强啊！大陨石轰隆轰隆被击碎，变成小小的火球，哗啦哗啦被熄灭。我们成功了！太好了，贝勒森林安全了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雪山救援。哟呵，看我的！哇哇！皮皮，慢一点，你滑得太快了。快来追我吧！啊！救命啊！啊！皮皮小心！皮皮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皮皮，你的样子好搞笑呀！我们继续滑雪吧。不好了，皮皮，是雪崩！快跑呀！救命！这儿发生了什么事？是雪山发生了崩塌。雪山距离小镇很远，应该没有危险。今天早上皮皮还约我去滑雪呢，幸好我没去。不好，皮皮有危险！召唤超级汽车！超雷达警车，铁臂挖掘机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不是被埋在雪下面了呀？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皮皮。交给我们吧。雷达启动，开始挖掘。雪山在崩塌，白茫茫的看不见，大雪哗哗下，怎么办？第五我来啦，搜救行动交给我，雷达滴滴响，发现了。哐哐哐哐我来啦，挖掘任务交给我，挖呀向下挖，哈，找到了。皮皮，你没事吧？不见了。快去救阿布。雪崩落退，雪山高，雪
发现啦，大大铲子挖呀挖，哦，找不到。雷达雷达滴滴响，目标目标又出现，大大铲子挖呀挖，嘿，找到了。皮皮的声音太大了，雪山又要崩塌了！啊，快跑呀！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大嘴贪吃车。啊，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咦，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，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，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哈哈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雪碧挖掘机酷宝，跳跳车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今天是礼物交换日，这样不是更有趣吗？嗯，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嗯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伤心的美食车。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这样。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，啦啦啦，好开心呀。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，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，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。蛋糕？免费？我要一个。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边在卖什么呀？阿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很想哭。装着蛋糕哟。啊，有情况！梅乐虎、开心虎，不好了！怎么了呀你？你快看，大家都在哭。啊，开心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他太过分了，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嗯，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哇呜哇呜，不要哭不要哭，哇呜哇呜，放轻松放轻松， Happy Party， 欢迎你的加入，哇呜哇呜，哦，美食多又多，哇呜哇呜，心情不再难过，音乐响起，我们一起跳舞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喽！啦啦啦，大声唱出来！跳跳跳，高高跳起来！摇啊摇，跟我来摇摆！笑呀笑，一起哈哈笑！超级汽车在身边，快乐马上就出现。免费品尝，免费。
会再注意了。吃了他做的食物就会变得很伤心哦。哼，伤心美食车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快走吧。快走快走快走。